亲爱的学弟学妹们，我是王俊凯。在别人的眼中，我可能在上学的时候不只是一个普通学生，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身份。生活可能大家觉得非常光鲜，其实中学时代呢，一直都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。我和你们一样，都是经历过很多的磨练还有痛苦。我的时间呢，绝大部分都是在上课、演出还有训练，没有周末，也没有寒暑假。偶尔有空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，然后呢睡个好觉。陪伴家人的时间对我来讲都是非常珍贵的，所以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艰苦的磨练，我想才坚持才会更有意义，追求呢也是更加的有价值。以前辛苦的训练，然后呢刻苦的学习，都是我成长发展的基石，也正是因为这些付出才可能成就我的梦想。未来的道路一定是更加充满挑战的，那么我呢也会去选择努力面对。对于你们呢，你们一定有自己的美好的向往追求，不管是自己的梦想是什么，那么你们的面对的挑战一定会很多，面对很多困难。志向越大，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更加的去努力，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一定要以更加乐观的心态去笑对困难，以执着的追求克服挑战，用我们坚强的肩膀去实现生命的精彩。